相信有很多人都喜欢看日本漫画或者电视剧，那么是否更希望自己能够听懂这些单词或者句子呢？五星图分为十个单位，让我们来看这五星图的整体图，每五个为一个单位。今天来教大家的是第一行元音，共五个。第一个教大家的是啊，这个啊的念法跟中文拼音字母的念法是一样的，啊，跟我一起念一遍啊。下面教大家怎么写，首先一横，注意横不要太长。第二画，类似于竖折，要有弧度。最后一笔是需要注意的，要一气呵成，像这样，这样就是啊。第二个一，一的读法也是跟拼音字母的一是一样的，跟我一起念一遍一。好，下面教大家怎么写一的写法，非常简单，从左往右，首先是竖勾，然后右边一点，注意点要长一点，就像这样一。第三个乌，乌的念法也是跟拼音字母的乌是一样的，跟我一起念一遍乌。好，下面教大家怎么写，首先要写一点，注意这个点最后要一个小勾，可以不用很明显，最后是一笔呵成的，我横则，这就是乌。下面第四个 A， A 的念法跟英文字母的 A 的念法是一样的，跟我一起念一遍 A。 下面教大家怎么写，首先还是一点，有一个小勾，下面一笔需要注意，先横然后折，回上来以后弯，就是这样 A。 第五个 O， O 的念法跟拼音字母的 O 的念法是一样的，跟我一起念一遍 O。 下面教大家怎么写，写 O 的时候需要注意，它第一笔是一个短横，然后竖弯，最后一点一个小勾，就这样 O。 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，这里五张卡片，首先第一个啊，再念一遍啊。第二个一，一。第三个乌，乌。第四个 A， A。 第五个 O， O。 下面来抽查一下，这个念什么呢？哦，很好，再来一遍哦。这一个呢，哦，对了，是哦。一，好，那么抽查完毕，今天课我们就到这里了，下节课我将会教大家第二行字母，敬请期待哦。